大家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在国外生活的话一般都吃些什么。所以这个东西呢是鱼丸，是来自福清的一个特产。然后这个面包呢是我自己烤的面包，在沃斯买的，上面有一些芝麻，然后烤了以后脆脆的，配起来吃应该挺好吃的。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那个尝试。看得清楚。我们清理完之后，没有发现里面有一个状态，就是因为稍微放松一点，不是那种感觉。发现大家菜放松完之后都不想睡觉，因为其实所以里面就是包的肉啊，它跟那个包子有点相似，但是它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做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做的。